当家小主人。小动物们准备去幼儿园上课。小猴说，今天是我自己穿的衣服。小狗说，今天是我自己洗的脸。小羊说，今天是我自己穿的鞋。小马说，今天是我自己梳的辫子。小兔子端出一盘点心。来来来，大家都来尝尝我做的点心吧。小朋友，今天你自己做了什么呢？